就是要专注，还要敏捷。来自各方桌球好手齐聚在暖溪国小活动中心，一较高下。其中令人感动的身心障碍组也一起加入挑战。打球打二十几年，就好像给我的行动比较敏捷了，这样而已。而打球球龄超过半百的大有人在，球友们以实际行动展现热情。打球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打了啊，实际上球龄大概四十几年了。拍子拿现在就是说，拿球拍的方式现在都是拿横式比较多，直式的打法比较少了。那我们这年纪大一点的，现在目前都还是拿直式，所谓直式就是中国式的啦，哦，那其实横式直式都是一样，只要你把你的技术发挥出来哈，其实拿横式直式都可以。一转黄景泰与基隆市桌球主委施世明开球，为迈入第八年的桌球赛揭开序幕。我们暖暖体育的福气已经连续八年了，尤其今年我们的桌球锦标赛啊，已破纪录，将近四十个队伍，啊，包括老中青三代啊，我们都将我们基隆市各里各社区啊，爱好桌球运动的好朋友，大家齐聚一堂。鼓励大家多运动，球友们专注在这一颗小黄球上的动向，比专注达到运动效果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